与观行善入精微，观行观是觉悟，是看破，是智慧，行是放下。啊，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在六根接触六尘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起什么作用？根源外境，六根源外面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乃至于意分别，第六意识。啊，都能起这些作用，所以与外境寥寥分明。那菩萨行，菩萨行如如不动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观行是造业，看得很清楚，被外面境界迷了，不知道境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！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这一句，时时刻刻要回光返照，提醒自己啊，《般若经》这一句就是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眼见的色如是，耳闻声也如是，鼻嗅香舌尝味无一不如是，乃至分别都是假的。这叫心呐、啊，叫善入精微也。啊，精是精巧，微是微妙。你看六尘境界，色身香味触法，你能够入他的境位，对他彻底明了通达啊，他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明白之后不放在心上，心上痕迹都不着，这叫境位。无论于境于心，都是如其精微。啊，或者分开来讲也可以。啊，精是对境界，微是对内心，都行，都能讲得通。啊，如是自觉，乃能方便觉他了，自己不觉，怎么能帮助别人觉悟？啊，必须自己自觉，你才有方便。方便是智慧。啊，你有度众生的智慧，有说法的智慧，有善巧方便的智慧，这些智慧都能帮助别人救，这就救他了。啊，随机因缘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面对着一切众生，你都能帮助他们救，你都能
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这叫修行啊，这叫什么？戒定慧三学具足啊，不是一样一样的，一戒是三，三戒是一啊，戒定慧是一，不是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古月善巧啊。